对，你们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。跟你们讲一个好消息，就昨天滑那个 YouTube 啊，发现那电风扇订阅已经2500了，哇！而且那个营收已经开了，赚很多钱了。我们现在来分红包好不好？好了，谢谢，毕业节快乐，干！哎。